哎，娃娃看个电影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刚刚看电影干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干呢。什么也没干？什么今天太阳这么大，钓到一条鱼这么长？今天太阳是挺大呀。今天阴天，没有太阳。那你想钱就钱，你想抱就抱呗，你怕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咱俩现在什么关系，不敢。有贼心没贼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告诉咱啥关系？老板和员工的关系。但是老板也可以追。火锅啊，你想吃？最近有点吃多了，腻了。我想吃啥？哎，前几天你给我做的饭不让你吃完了，咱回家热一热。别话一两个小时的妆，你就带我回家吃剩饭呢。快点。那火锅也行，走吧，火锅。我不用，我大老爷们用那玩意儿干啥？什么你不用？男孩也得好好保养。走。娃娃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今天没带够钱。没带够钱？那咱俩 AA 呗。AA 可能也不太够。我说的是，你出时间，你出钱。走。